准备区就准备。接下来我们东一区为我们带来的节目是，中一区为我们带来是网路大学开学典礼，掌声欢迎学典礼。中一区许坤煌主席带领全体会员启动梦想，追求卓越，并以同济大学四大理念教育、文创、影音管理为方向，提升自我，快乐学习，会务达到登峰造极。
个同济大学退学的连修女也不如。真的连退婚礼大礼都不拉了。连修